给的这个最佳拍档评判标准是什么？真的要心有灵犀，尤其是我拍动作片的嘛，那我的最佳搭档就刘家辉嘛。如果对手跟你是默契不好，每个镜头都会受伤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有什么的反应，我会马上有什么反应去接住你的反应。对，有些你说一句对白，可能下一句可能他都会差不多猜到你会说什么。所以你看，其实我们拍戏的时候有很多的外部环境的障碍困难，真的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好的能够默契搭档真的非常难啊，真的难了。所以这次出公差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这个16位艺人呢，经过互相的挑选啊、磨合啊，最终分成8组共同挑战，完成经典 IP 剧照和经典电影的拍摄。本来想跟我做的，有、no, 我也是。小周同学来了，嗨嗨。嗯，我想跟你一起做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好久不见，十年没见了。嗨，我是刘仙宁，我叫刘仙宁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女生先坐在车上，然后让男生去选坐在哪个女生。哎，柯宇。哎 ，Hello，Hello。Hello。感觉第一个来的男同学不知道该说谁。我刚也第一个来，都没人。我要坐着，我可以坐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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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坐。对，坐坐坐坐。你好白哦。哦，你真的好白哦。真的吗？我是说衣服了。哦。我说皮肤很白。凯琪姐可能比较像我理想当中的最佳拍档，个人的风格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。那这个是上次跟我一起演那个助理。Hello 早 Hello 早能坐你这里吗？不要。哦，谢谢。沈月呢是因为以前 有一部戏，然后我们俩去试。选择沈月老师吧。我们上一次一起演了《鹿鼎记》，他来帮忙客串了双耳，台庆还合唱了《初恋》这首歌，希望我们可以再次合作。加油！早啊，早啊，周深。啊，早早早早早早。早啊，早早早早早。啊，早早早早早。这有人吗？早上好。哎，直接就坐了？那不然呢？这么不客气。我客气客气。我问一下吗？啊，女士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不可以。哎，好嘞。开玩笑，没办法，那个。
其实伊彤她是给人一种气场很强的一个感觉，然后一笑起来眼睛眯眯的那种月牙的，让人心里面很开心的那种感觉。希望能有机会合作一起演一部戏。早上好，我带了家伙来。哇，大家饿吗？嗯，这是班长吗？班长带了好吃的。当然，早上要补充这个优质蛋白来，人人有份啊。谢谢。来。哇，你们这好贴心啊，要暖暖包，要这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没带。这个没有任何事儿。你拿东西了吗？怎么什么都没带啊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没带。好了，早啊！你拿东西了吗？手机行吗？三星手机。我坐你旁边行吗？可以啊。你要坐？我绕锅里吧。老师们，谁不嫌弃我？我来。哎呀。橙子哥，哎，好了，来，哎，走着。出发啦！哦 ，Hello， 老师好。Hello。Good morning。知道大家录制的很辛苦，所以我今天在安排你们去旅游。我们去的是莫干山，是很漂亮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最佳拍档，那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啦！耶，出发啦！哎呀，总统老 C 啊，天越来越冷了，不给整个团队搞一个团队羽绒服什么的，上面写着无限超越班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大家说你话多。OK， 我从一开始闭嘴。你看人家聊得多热络，然后好了，你说吧。我闭嘴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啊？闭嘴。啊，就怕你跟我说让我闭嘴，我很尴尬，所以我就戴着眼镜来了，我就可以闭嘴，然后靠在这儿。哇哇哇。嗯。为什么我可能话没那么多。我话也挺少的。